主席，大家好，麻烦请部长。好，有请吴部长。是委员长。部长早。部长，你知道南一大学生今天要北上抗议我们南一大跟成大的公公病吗？哈，是。我请教部长，这两所学校的合并的发动啊，是根据第七条大学法第七条的哪一项？我们都知道大学法第七条第一项是由这个学校来发动，那么校务会议通过之后报教育部核定嘛。那第二项呢，是由这个教育部横酌高教情况来发动嘛？请问他根据哪一项？我想这个案子确实是在高教审议会讨论过以后。请直接回答我，根据哪一项？是，就第二项嘛，是。啊？第二项是。是根据第二项。是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再的回答我们的委员说，这个大学合并你会尊重校方的沟通、校内的讨论，然后来进行？部长，你回答不是事实嘛？不是啊，所以难怪了，部长，你在选前三天内，先三天以罪速件发文南艺大，命令该校于三天内成立联系窗口。选前三天急着要学校来成立窗口，连学校合并跟选举也有关系啊，这个我们感到非常的讶异啊。部长，你的第七条第二项赋予教育部这个权力，是你要横酌高教整体发展的，不是可以这个无限上纲，是让你用一纸行政命令就来学校来发动进行嘞。部长，你逾越了第七条第二项的解释啊。再来，我请教部长，我请教部长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个联署反对，总共几个团体，多少人联署？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尊不了解，也不想去注意民间有什么样的意见。部长，你认为说我们艺术学校的合并可以纳入公公病整体来处理吗？我们现在看到高教因为少子女化，说要合并，说要推公公病，目的就是很简单，因为学校过多了，少子女化，要downsize。你认为艺术大学适合用这样的思维逻辑来处理吗？艺术大学当然应该特别来考虑，但是我们得务实的看这个学校它在未来的发展。什么叫但是务实？所以你完全没有特别考虑嘛？我没有特别考虑啊。你什么样的特别考虑？就是因为特别考虑，才希望他们检讨他们未来可能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困难。你自己是人文背景出身，你都知道高教现在本来已经重理科轻人文了，你再把一所艺术大学并入一个过去理工来导向了这个大学。成功大学现在有人文科系，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就已经人文科系处于边缘的状态，你再把它并入，我真的很遗憾你是人文背景出身的哦。那么刚刚也有 委员提到国际趋势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茱莉亚学院多少人吗？他人数很少，不过他是一个私立学校，他是900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他是私立学校，那我请教你，法国的这个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Beaux-Arts， 他是私立学校吗？他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胡乱回答啊。德国的柏林艺术大学啊，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，这是一个国际的长期以来的一个趋势，艺术学校有它的独立性之必要，这我们都完全尊重。另外，即使已经在大一般大学里面的艺术学校，是巴黎大学的艺术相关学校、相关学系，他也为了追求他的独立性，跟这个卢米埃的这个电影学院来联盟啊，以便维持他的独立性啊。部长，我今天必须跟你说，你的高教政策里面缺乏文化视野。不会，我们很认真的去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专业特色的事情。现在今天在这边承诺我们，艺术大学应该另论啊，不应该用公公病单一的指标就是来立刻决定，可以吗？每一个专业型的学校我们都单独来讨论啊，所以我们在高教蓝图里面才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项目在思考。但是你的做法看不出来，我现在请教你，五二零前会不会核定？不会，当然不会核定啊，因为他们现在才开始对话，他们还要好多年才有可能。所以整个高教的所谓的合并，是不是现在整个步调能够暂缓？我们都没有刻意要在什么时候完成。因为啊，部长，我们之前希望你暂缓五年千亿，事实上这些我们过去这种资源分配的模式，就是扭曲高教的发展。包括最近又爆出来的这个陈振武教授，这个国际期刊又撤了三篇论文啊，这个就是你整个资源分配扭曲高教的发展。国家给胡萝卜，结果呢，把所有的高教全部变兔子。不该当兔子，应该成为其他特色学校的，因为你整个资源的这个引导啊，全部变成单一化、均一化，我们认为不是一个有利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具体要求，这么多委员都要求了，我们希望教育部缓下来这个合并的脚步。
好好整体的来思考国家特殊人才的培育应该有特别的这个考量啊。尤其艺术大学现在北有故宫，有这个北艺南艺，南部也有故宫南院了，凭什么南部不能有一所艺术大学？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这个忽略了南北均衡啊。接下来第二个议题，我想请教部长，你知道现在大学兼任教师有多少人吗？应该有四万多。部长你都不知道，你都520快卸任，你还不知道五万人啊？五万人，我请问你，这里面45岁以下占多少？45岁以下，你也不知道75%。我请问你，当中有多少是全时数兼任老师？也就是说，他是专任的兼任呐、啊。他到处兼已经都全部兼满时数了，也就他人生的全职就是兼任老师，总共多少？部长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，我不知道。具体我的数字我也没有，因为教育部未曾统计过。大部分我遇到的大部分很多的比例是这样的老师。我请教你，这些老师他的权益保障适用什么法？适用劳基法吗？目前不适用。不适用劳基法，适用教师法吗？也不适用教师法。适用性平法吗？适用性平法。是吗？全部吗？是。应该是。来，我请教你，兼任教师有关产假适不适用？应该适用。性平法应该适用。适用。那请问性平法适用哪一条？哪一条？你不知道？是。就不去关心过。我们性平法来，性平法适用15条，结果15条规定什么呢？规定产假期间薪资计算依相关法令规定。相关法令就是劳基法或教师法嘛，所以又回来了。那他适用劳基法吗？有关于适用性平法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们非常认同了。我们现在有在请学校一起来讨论。认同什么？认同什么？就同意，应该他要比照那个性平法的相关的权益的保障。部长，你连法都搞不清楚，适用性平法，但是他回归劳基法的时候，15条还有包括20条家庭照顾假，又回归既有的事假规定。所以当他回归基本的法的时候，就产生了这些兼任教师不适用劳基法，也不适用这个教师法。那个差别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劳基法规范的精神是，不管你全职或部分工时，他的这个假的权益是一样的，也就是有薪的这些产假8个礼拜。那但是我们的老师呢，如果是专任老师，他的假受到了保障，这个学校因为他请假就要花钱另聘他的代理老师，但是兼任老师只要他一请假，学校就请他把他自己的代理终点费直接交给代课老师，或直接把钱另外发给代课老师，他就变成没有钱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办法享有这个有薪假这样的权益的保障。部长，你知道这个很大的事情吗？是，我知道。那你要怎么处理？我们目前已经在找学校过来，还有相关团体来沟通，我们会来修正这个兼任教师的兼任办法。什么时候修？520前能不能完成？至少为台湾的教育做一点事，为老师做一点事，可以吗？我想我们会尽快来进行啦。520前能不能答应我们完成？你不愿意？我想应该是可以了，没问题了。该留的哈，这个该做的不做，啊，不该做的你逾越新政府的权益啊！我希望部长你慎思了，这个权益啊，不能一天偏废哈。来，这个我们请教部长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你不赶快处理，我们的兼任老师不敢生小孩啊，包括他的陪产假、育婴假，我们依性平法是可以请，没有错，但是他也不敢去主张，所以造成的现状就是有法源基础的不敢主张，还有很多的权益没有法源基础，所以我们未来希望我们高教工会主张要来适用劳基法，我请部长尽快的邀请学校、老师、相关团体、劳动部来会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尽速来办理啊！好，最后一点时间，我请教部长，我们这两天发生宪兵队进入民宅搜索，你赞不赞成？你认为这有没有侵害人权？我想宪兵只管军人嘛，这是基本原则。所以侵入民宅，侵害人权，部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，这不是一个个案。这代表我们转型正义没有推动，所以国家权力往往在人民不注意的时候又回过头来伤害人民啊。我请问部长，我们的校园民主化了吗？已经在朝民主化的方向在努力。校园是不是也有威权遗绪？部长你认为各个学校他们有自己的规范吗？情况不一。是啊，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要求教育部，第一个要清查不当校规，对不对？教育部是不是都完成了？目前没有听到有学生或者是有任何的特别的反应。部长，你完全都不太了解近况嘞。我一直在追查这个事啊，
你们告诉我，104年，等到台北市跟高雄市的高中都完成之后，就会全部完成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子？小鬼，是不是？是，都完成了。啊，104年4月全面完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全部完成了？还有少数的学校在哪些学校？他们修正了、啊、哪些学校来请他们修正？会后可以那个提供给委员做哪些？我现在请教部长，我的母校了，非常遗憾哦。北女的校规你有没有看过？对不起，主席再给我最后一点时间。北女的校规，我根据你们教育部给我的资料，最新104年8月，应该是你们说四月，你们说全面检视都完成了。北女校规里面呢、啊，记大过的包括。故意毁损国旗或恶意攻击国家元首，经劝导无效。哎，我们部长，我们追了4年哎，竟然我们这个12年国教后，大家还是挤破头的。北一女还有这样的校规，你认为合不合时宜？我想那个各个学校的那个规定，他们会送，因为北一女是事那个、你不是你不是事务官来跟我们讲这个程序啊？是。教育部蒋伟宁时代就承诺我们全面清查大专跟高中，大专我一个一个追查，是大部分都清查了，是高中你们曾是104年4月告诉我全面完成了，但是现在还有这样的校规，你身为一个部长，你认为适不适合？我想直辖市的部分我们会再来跟直辖市来确认啦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来修正啦。是部长，这个过去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啊，他曾经辱骂人民，就人民用同样的这个语言拿标语来抗议他，结果那个民众被判刑了，就判侮辱国家元首。但是呢，欧洲议会在当年判定法国违反言论自由，后来法国废除了这一项法令啊。这个我们要考虑进一步来检视所有的法规，但是我们要求不当校规应该要全面的清查。部长，最后的几个学校是不是在你任内能够来完成清查？我想国立学校的部分我们会来督导了，然后不要在直辖市的部分，不要在没有了解的时候就回给我们，就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答案，说已经全面完成清查了。好，请教育部在520前做完这件事情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